尊敬的各位大德、各位菩萨，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今天呢，我们开始学第十品，较量布施功德原品第十。咁呢一品系继上边啊称佛名号啊呢一品之后，佢亦都系啊本经当中名成佛之因嘅呢段落里边啊，系地藏菩萨教导我哋。这个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如何成佛，因为众生只要还有一个没有成佛，地藏菩萨他的本愿都不能够得到圆满。所以明成佛的正因就非常之重要。成佛的这个因除了称佛名号，我们说念佛之外，还要修福。成佛的根本正修就是念佛，所谓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这个是华严经上面教导我们。但是想得到佛果，除了修念佛的正因之外，还要受布施功德，这个是成佛的助修，帮助我们成佛的。如果只念佛而不去受布施功德，不肯修福，你只要正修没有助修来帮助，咁啊，虽然你种呢棵树有根有本啊，念佛系根本，但系冇呢啲助缘嚟成就啊，嗰、那个根就不能够深啊，那个本就不能够大啊，根本唔够深唔够大。你希望它能够开花结果，这个也是很难做得到。所以继称佛名号品第九之后，本经跟我们开始布施功德。这个就是为什么有这一品的原因。要知道这个想成佛必须要修菩萨六道万行之因先能够成就无上佛果所以六道六波罗蜜六道修成圆满先叫做六波罗蜜这个是成佛之道那菩萨的六道我们大家呢都很清楚所谓布施持戒忍辱精进
禅定、波耶，波耶就是智慧。咁呢六道当中啊，系以布施为第一，因呢个布施啊，系入佛道嘅初门啊。入门之前，你首先要布施啊，布施啊系第一步啊。所以明白布施啦，要去修布施啊，布施就能够得福啊，就能够得到功德啊。呢啲功德帮助我哋啊，成就佛道。咁我哋每个人都希望啊得到福报啊，福报从边度嚟嘅咧？从布施当中嚟啊。你话布施啊，有财布施，有法布施，有无畏布施啊，呢三种布施啊。我哋先讲呢个财布施。财布施里面有内财布施啊，外财布施啊。这个内财布施就是用自己的身体啊，自己的精神啊，体力去为一切众生啊服务啊。这个就是内财布施啊。外财布施呢，就是用钱物啊，去布施啊，呢、这个就系外财。咁内财啊，比外财布施更加殊胜啊。咁我哋要知道啦，啊，就系攞外财布施嚟讲啊，收嘅呢个布施嘅因啊，得福报有几大呢啊？好多人都喺度布施，但系佢哋得到嘅果报啊唔相同，啊呢、这个唔相同啊，就系我哋要去啊比较，啊要衡量啦，啊点样布施先能够得到啊最殊胜嘅福报，啊呢、这个就系较量布施功德嘅啊呢、这个意思。较量就是要比较啊，区别啊，衡量。如果不懂得怎样去布施，可能啊布施得很多，但是得的福报啊都很小。懂布施的人布施得很少，但是呢得到的福报啊功德都不可思议的。所以啊，我哋要明白呢里边嘅道理。咁讲到较量布施咧，啊，我哋以财布施嚟为例，可以从啊福田上边嚟较量，啊，亦都可以从啊心上边较量，得到嘅啊布施得到嘅福报啊就唔相同。我哋先讲从福田上较量。这个福田就是我哋布施的对象。如果我哋攞钱去布施，或者是攞啲飲食去布施，布施的对象不相同，我哋得的福报就不同。这个青年大师引用啊经典上面的公案为我们来讲解啊，他说呢，如果布施啊一百尊辟支佛啊，辟支佛是圆觉啊圣人啊，二乘的圣人啊，这个功德啊好大啊。比布施一般凡人啊功德要大得多。但是布施一百尊啊
呢个辟支佛啊，所得到嘅福报啊，不如布施啊，啊一尊佛啊，咁呢个我哋可以理解啊，因为佛佢系最殊胜嘅福田啊，啊能够啊去布施佛嘅话，当然得福系无量的啊。咁经典上面咧有记载啊，话以一朵花去布施供养啊佛塔啊，呢个系有个咁嘅人啊，曾经攞一朵花嚟供养佛塔啊，佛塔系供养舍利嘅啊，咁佢得嗰个果报啊，91劫啊喺人天中啊受落。啊！而且咧，佢所得到嘅余福都能够使到佢啊得阿罗汉果啊！呢、这个就系经文上记载啊，所以可以睇得出啦啊！你布施佛啊，布施佛塔所得到嘅果报啊，咁殊胜。咁虽然话福田不同啊，你布施嘅对象就系你个福田啊，福田不同啊，但系咧你个果报啊，啊从究竟系咪从福田生咧？啊，你个大嘅福啊系从心生嘅啊，因为嗰个福田殊胜。所以你的恭敬心就特别强、啊、所以讲到底福从哪里来的呢，其实是、啊、由我们心来的、啊、因为心是我们福田之主、啊啊、你有这样的恭敬虔诚的心，那个对象才是你的福田、啊，如果你不认识佛、啊、或者你对佛不恭敬，你去布施亦都得不到这么大的福报、啊、所以可见得、啊、真正较量布施是要从心上面较量、啊、在科注上面又引用了一个例子、啊、讲话舍利佛，这个是佛一位大弟子、啊、他曾经呢拿自己的一钵饭来供养佛陀、啊、佛陀 接受了之后就把这一钵饭、啊、转供养给一只狗、啊、然后呢佛就问舍利佛、啊啊、你现在供养我这一钵饭所得到的福报，还有我现在把你拨饭同样这拨饭转供养一只狗、啊、你得到的福多多呢还是我得到的福多、啊、就问舍利佛、啊、大家想想、啊、哪个得福多呢、啊、舍利佛供是供佛、啊、佛是无上福田、啊啊、佛是供了一只狗啊、狗和佛按照福田来讲、啊、相差太大了、啊、没得比，但是哪个多呢？舍利佛呢他智慧第一，他能够明白，他回答佛说是佛供养这只狗所得的福、啊、更大、啊啊、所以舍利佛他供佛的功德都不如佛供养狗的功德大，你想想什么原因呢、啊、所以不是从福田上看、啊啊、是因为佛供养只狗的那种心是同体大悲、啊、无缘大慈，这个大慈悲心、啊、佛对一切众生都是这样慈悲
那种大慈大悲的心，那种对一切众生如同看到佛一样的恭敬心，他去布施，所以得的福是比舍利佛供养佛的那个福更大。舍利佛那种大慈悲心不如佛远远不如，所以得到的福亦都不如所以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大福报我们如果想较量布施比较怎样布施法功德先大一定要从心上面下功夫咁科注上面讲了四相之圆空，达三轮之本寂，体财即法无住生心，是布施第一二门这句话就是讲教导我们布施要放下四相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没有受者相这四相本来是空布施的时候呢也不要有那个意念我在这里布施布施给哪个对象拿什么布施你三样的这种观念都要放下心先清静这个叫做三轮体空讲到实话这三轮即是这三个事物是本来就是空本体都是空寂的所以你能够真正这样了达布施的财就等于布施法你能够做到无住生心无住就不执着不分别生心呢就还是要去布施做布施努力去做但是呢心里面清清静静绝对不会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叫做布施第一二门佛就是这样布施的所以得的功德不可思议哪怕是布施一碗饭给一只狗那个布施都是无量无边的、那个、功德所以这个布施我们懂得是重要的用心那刚才讲的是财布施法布施也是一样布施法最关键的就是要做预教修行你所得到的果报是这个聪明智慧你布施财得的果报是财富你布施法得的果报是聪明智慧布施无畏呢无畏就是使到一切众生离开忧虑烦恼这个是无畏布施你得到的是健康长寿所以布施这三种讲到
根本嘅意义咧，布施就系舍，啊，就系放下，放下乜嘢？放下我哋嘅妄想、分别、执着，啊，譬如讲我哋啊，呢、这个布施财啊，得到财富啦，啊，财富嚟咗之后，我哋唔可以执着啊，唔可以起贪心啊。啊！继续布施啊，把你得到嘅又去写咗去，写咗之后你又得，得咗之后仲要写，所以舍得舍得啊，呢两个字啊意义好深长啊。初步嚟讲咧，我哋知道系写咗之后得啊，得系写嘅果啊，写系得嘅因啊，你修善因得善果啊。啊！呢个第一层意思啊，啊，你越写越多啊，啊，第二层意思咧系你得到咗之后，仲要去写，啊，把你得到嘅都要写去，啊，唔可以喺果报上面啊起贪心，啊，咁样啊，你最后通通放下。你就能够成佛啦！啊，你睇下阿弥陀佛啊，佢建立极乐世界，呢个系行大布施啊！啊，供养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啊，叫佢哋都能够话嚟到极乐世界里里边修行啊！但阿弥陀佛咧，绝对唔会啊贪染极乐世界。啊，唔会有一丝毫嘅分别执着，啊，连起心动念啊都冇。啊，《华严经》里边我哋睇到，毗卢遮那佛系行大布施啊，啊，建立华藏世界，佢自己唔系为咗自己享受，啊，亦都系接引啊十方一切大乘嘅学人。啊！喺呢个世界里边啊，修行啊，所以我哋懂得啊，呢种布施啊，系从凡夫地啊到如来果地都要去做嘅啊。咁我哋想要成佛啊，以布施为助缘啊，呢、这个较量布施功德原品。啊！呢、这个缘就系、是、啊助缘啊，帮助我哋啊成佛嘅。咁、呢个就系品题嘅啊含有嘅心意。咁呢一品系本经里边啊非常重要嘅一品啊，教导我哋如何啊嚟修行啊。我哋嚟睇经文。以时地藏菩萨摩诃萨成佛威神从座而起，互跪合掌啊，白佛言：我哋先睇到呢度啊，呢、这个以时就系讲啊，接住前面一品啊，地藏菩萨咧为我哋说明啊。念佛名号的功德之后啊，继续啊在这里啊这个兜利大讲堂里面 啊向佛请教啊，所以他成佛威神啊从座而起啊，那这个是为我们表演啊谦虚啊，地藏菩萨他是早已成佛啊，但系咧，佢唔以佛嘅身份啊，仲系以等觉菩萨嘅身份啊嚟参加兜利大会啊，所以对佛佢仲系一个学生嘅身份啊，所以表演出嚟啊系学生啊恭敬老师啊，啊自己绝对唔会有一丝毫嘅傲慢。
所以佢讲成佛威神啊，承蒙佛嘅威神之力加持啊，啊嚟问呢啲问题啊，啊如果冇佛嘅加持，呢、这个问题啊问唔出嚟啊，啊你睇下呢一种心态几谦卑啊，几恭敬啊，我哋应该学习啊。这个慢傲慢这个烦恼是与生俱来的、啊、所谓六道凡夫、啊、有六个根本烦恼、啊、贪嗔痴慢疑、啊、恶见、啊、这个贪嗔痴慢的慢就是傲慢、啊、与生俱来、啊、即是一出世不用人教他就懂了，这个是根本烦恼、啊啊、我们想要在学业上面、啊、在修行的道路上面有所成就，一定要把傲慢心降服住、啊、内心里面、啊、一定要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谦敬、啊、这样才能够断烦恼。啊、地藏菩萨、啊、从他的座位上起来、啊啊、互跪合掌、啊、这里是恭敬行礼、啊、向佛、啊、报告、啊、我们看下面经文。世尊，我观业道众生较量布施，有轻有重，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世事云何？唯愿世尊为我说之。地藏菩萨话：啊，世尊，啊，这个是对释迦牟尼佛的尊称。我观察了业道的众生，这个业道众生就是指六道的众生，六道众生在做业的，做善业就得人天的善报，做恶业就得三恶道的苦报，通通在做业。咁呢个业道众生里面呢、啊、如果有修福嘅啊，呢、这个修福最根本就係要布施啊，咁布施嘅功德 啊所得嘅福报啊有大有细，有轻有重啊，所以呢较量布施啊有轻有重啊，我哋睇呢个布施啊，无论系财布施、法布施或者系无畏布施啊，所得嘅福报都唔相同啊，即使系同样啊嘅布施啊，不同嘅人做就不同嘅果报啊，有一生受福嘅啊，佢嘅果报。有些人得到一生的福报、啊、有些人得到十生的福报、啊、这个都是讲同样的布施、啊、譬如说、啊、你拿十元银子、啊、去布施、啊、你布施给一个乞衣、啊、我布施得一生的福报、啊、他布施得十生的福报啊、有些人呢同样的布施得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啊、所以人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果报呢、啊啊、为什么 看到、啊、所做的事一样但是得福不相同
咁呢个都系啊，我哋啊要明白嘅啊。我哋睇到啊，百姓千生受大福利嘅啊，喺中国嘅历史上边，我哋睇到一位啊，系孔子啊。你睇孔子，佢一世啊，一世人啊，真正做到啊仁义礼智信。把呢个伦理道德嘅教育啊，古圣先贤嘅呢啲教化发扬光大啊，使到中国啊几千年来嘅啊呢、这个社会啊受孔子思想嘅影响啊，大家都遵守伦理道德啊，遵守礼仪啊。啊，所以基本嚟讲系繁荣安定啊，保持大一统嘅社会，所以佢做嘅福啊好大啊。佢嘅孙啊，世世代代都受人恭敬啊，历代嘅皇帝啊都好敬重啊孔子嘅后代啊，从宋朝开始啊，就封孔子嘅后孙啊，后代啊，封为衍圣公啊，享受国家嘅俸禄啊，一路到咗民国时代啊，呢、这个衍圣公啊。这个名号啊，仲维持啊。咁孔子嘅77代嘅嫡孙啊，孔德成先生，你睇下佢都受啊世人嘅尊敬啊。佢去到美国啊，大家都非常之尊敬佢啊，知道佢系孔子嘅后代。咁孔子嘅第80代啊，孙啊，喺旧年元旦出世啊，呢个系嫡孙啊，叫做孔友仁啊，好多新闻报纸啊都报道啊，呢个系孔子第80代孙啊，所以我哋睇到孔子系真系收大福啦啊，可以讲系啊。100代啊，都会受到攻击。咁我哋再睇印度嘅释迦牟尼佛，同孔子系差唔多时代嘅人，佢一生又系教育，同孔子差唔多，孔子教育咧，真正啊专心教育系5年，佢周游列国之后，翻到自己家乡鲁国，开始教育系5年，得到咁殊胜嘅果报。释迦牟尼佛咧，一生啊教育49年啊，讲经说法300余会啊余会啊，所以佢嘅功德，佢嘅福利。比孔子啊就更大了啊，到咗今日你看3000年了啊，按照中国人嘅算法，释迦牟尼佛到今年系3000年出头了啊，按照西方嘅算法都有2551年啊，咁到时至今日啊。你睇下，所有嘅人啊，无论系边个国家啊，讲到释迦牟尼佛，大家都尊敬啊。咁呢个就系啊，收嘅福利啊，
系唔相同啊。啊，咁世事云何啊？我哋睇到确实有啊，得个果报不相同啊。地藏菩萨咧代我哋请问啊，咁呢个究竟系乜嘢原因咧？啊，唯愿世尊啊，为我说之啊。呢个系请求释迦牟尼佛啊，同我哋开示。好，请睇下面经文。以是佛告地藏菩萨：吾今于都离天宫，一切众会说阎浮提布施较量，功德轻重，如汝当谛听，吾为汝说。咁呢个时候啊，释迦牟尼佛就话俾地藏菩萨听啊，吾今于都离天宫啊，我依家就喺呢个都离天宫里边啊，喺呢个地藏大讲堂里边啊，一切众会就系对所有参加啊讲堂听课嘅呢啲大众。啊！上至诸佛如来啊！啊！一切菩萨摩诃萨，下至六道一切众生啊！天龙鬼神啊，都包括喺里边啊！说阎浮提啊，布施较量，功德轻重啊！要回答地藏菩萨嘅问题啊！呢、这个阎浮提就系我哋地球上嘅人啊！我哋呢啲人咧，修福得嘅果报唔相同啊！究竟啊系咩原因啊？咁世尊。喺呢度啊，讲布施嘅较量功德轻重啊，佢点解唔喺人间讲，系要喺天上面讲咧？啊，呢、这个就系因为阎浮提人啊，佢真正修布施啊，修福嗰、那个福报啊，将来啊都会嚟到天上嚟享福啊，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同喺天上嚟讲呢、这个啊，就系、是、好有意义啊。呢、这个世间人佢唔懂得去修福啊，甚至为咗自己嘅私心啊，做出一啲啊损人利己啊。呢啲事情啊，甚至啊不择手段啊，以致啊家庭不和啊，兄弟相争啊，家亲眷属成为咗仇人啊，呢啲个亲戚朋友都互相啊隔离。咁呢啲都系我哋现实生活中所见到嘅现象，都系因为啊，冇唔肯修福啊，都系因为自己嘅自私自利嘅念头太重了，贪婪啊，唔肯布施啊，所以。讲布施啊，系对治贪心啊最有效嘅手段啊，帮助我哋啊得到福报啊，所以如当谛听啊，谛听就系用心嚟听啊，我哋要好好咁样嚟听佛对我哋嘅教法啊。这个唔多唔为语说，是佛特别
要为地藏菩萨说明。啊，其实这个是祝福啊地藏菩萨啊，教导我们末法众生啊，好好修福。啊，我们啊无福报，所以啊布施是很重要。啊，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对我们的啊教化。我们看经文，地藏八佛言：我而世事愿乐欲闻。佛告地藏菩萨：南阎浮提有诸国王、宰府大臣、大长者、大刹利、大婆罗门等，若遇最下贫穷，乃至聋残、阴哑、聋痴、无目，如是种种不缘具者。我们先看到这里。地藏菩萨这里就向佛报告说：我而世事愿乐欲闻。其实地藏菩萨怎会说对这些情况不了解呢？他说我而世事实际上是代表我们众生请佛，请世尊为我们破除疑惑，所以愿乐欲闻。这个愿就是很愿意，乐就是很欢喜，欲就是非常之渴望听到佛的教导。于是佛呢告地藏菩萨，他开始开始了。南阎浮提这个就是我们地球人，有诸国王，这个是在地球上这个世界里面人里面最高贵的国王，即是讲国家领袖，好像现在的总统、主席等等，都包括在国王的身份里面。宰府大臣，这个是宰相，这些辅助国王的大臣，那些部长现在那些局长等等，官员。大长者呢是有身份有地位这些的人大刹利、大婆罗门这些都是很有福报的很有名望的这些大众婆罗门尤其是是指宗教家那这些人要修福怎样修呢下面佛为我们举出这些人这些王臣贵族修福的一个四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遇到下贱人等怎样去修福若遇最下贫穷乃至聋残阴哑聋痴无目这个最下贫穷就是这些布施的对象都是很可怜的很下贱很贫穷的人那这些人呢我们要慈悲地对待他们所以这些福田是三种福田里面算是悲田悲就是我们要慈悲对待他用慈悲心去种福这个福才大那另外两个福田呢是恩田和敬田恩田就是我们的父母亲
对我哋有养育之恩嘅，我哋要识得报答，识得孝养，呢个系种恩田，你就得福。唔孝顺父母嘅冇福噶。敬田就系指三宝，三宝系我哋老师，我哋要敬重，供养，呢个系种敬田，亦都系得福无量。咁呢度讲嘅系种悲田，呢啲下贱贫穷嘅人系前世啊冇修福啊，唔肯布施啊，或者佢布施咗之后咧，心里边就后悔啦，俾咗人啲嘢咧，仲要同佢攞翻嚟，唔舍得。做呢啲呢个叫做悭贪心里边好吝啬自己嘅财物唔肯唔舍得布施，所以招致下贱贫穷嘅果报甚至咧乃至就系比呢个下贱贫穷仲要惨噶啦。除了下贱贫穷之外，还有聋残阴哑。这个聋就说他的身体有缺陷，那个背聋出来，就是驼背，驼得很厉害。残是四肢不全，残废。阴哑就是口讲不出说话，哑巴。这个聋痴无目，聋就是听不到东西，痴呢就是我们说他神经不正常，弱智的，这些这样的人。无目就是盲的，看不到东西，这些都是人里面最可怜的。如是种种不缘具者，这个不缘具的就是说他身体有这种种种的缺陷，这些是残障人士，通通都是过去生中有做过恶因。譬如讲这个青年大师科传里面讲如果前世见到有人来乞食有人来求助如果他不肯布施甚至呢这个面带这种讨厌厌弃的神色仲要恶口闹人甚至去鞭打佢把呢啲刻意赶走或者见到人哋施舍嘅时候佢不能够除气甚至呢会讥笑人哋施舍。咁呢啲等诸如此类嘅恶因就招致呢一啲果报。所以任何事都有因果正所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则是受者是要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你自己过去做啲乜嘢看看现在我们的果报就知道前世的因是什么想知道来世将来我们的果报呢就只要看看现在做什么就完全明白了所以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一点都不会有差错
好，我哋嚟继续睇下边经文。是大国王等欲报施时，若能具大慈悲，下心含笑，亲手遍布施，或使人施，婉言慰喻，是国王等所获福利，如布施百恒河沙佛功德之利。咁呢啲国王啊等人啊，就包括前面嘅嗰啲宰辅大臣啊、大长者、大策利啊、大婆罗门等啊，对呢啲下贱贫穷啊、残疾嘅呢啲人啊，要去布施嘅时候，能够啊具大慈悲啊，呢句话系最紧要啊。布施得福嘅大小，完全在于你个心啊，系咪有呢个大慈悲啊？咩叫大慈悲呢？就是以平等心、以清净心啊，冇分别、冇执着咁去布施啊！呢种慈悲啊，啊，我哋话爱心啊，就是叫大慈悲啊！唔好认为我系国王啊，我身份好高，见到呢啲人就睇唔起，咁就冇大慈悲啦啊！严重嘅分别执着啊！啊，高下心。轻蔑心去布施，得祸啊，唔会得福啊！啊，所以下心就是有一种啊谦敬的心啊，把自己尊贵的身份降落嚟啊，去就那些人啊下贱贫穷啊呢啲啊人士。这种尊敬的心如同啊敬佛一样啊，毫无一啲啊傲慢的习气啊，佢含笑真系非常之啊礼敬啊，笑眯眯咁样啊，表示嗰种亲切啊啊，毫无啊吝啬之意啊。仲要亲手遍布施啊，唔系话啊随随便便哦啊，有咁嘅人咧啊，吩咐人啊打点下佢算数啦啊，佢要亲自去办啊，实在自己因为啊时间抽唔出嚟啊，有事行脱唔到身，冇办法啦。啊，唔可以亲自布施啦，就只好委派人嚟布施。啊，但委派人布施咧，都要话啊，婉言慰喻。啊，呢、这个婉言慰喻系两个含义。啊，一种就系叫人啊帮我哋布施嘅时候，一定要啊呢、这个啊同佢啊啊吩咐好。啊，希望咧佢啊布施嘅时候唔好生轻慢心啊，呢、这个系啊嘱咐啊代施嘅人啊。另一种咧就系、是、啊，如果亲手去布施，见到呢啲贫穷下贱啊残疾嘅人啊，佢能够话、啊、用好柔软嘅言辞安慰人。啊，使到佢啊呢啲贫苦嘅人啊得到啊欢喜啊，真正啊咁样去布施，功德啊就不可思议啦啊！所以是国王等所获福利，如布施啊百恒河沙佛功德之利啊，佢所得到嘅功德。如同布施啊，一百条恒河里边咁多沙
咁多数目嘅佛，你睇下供养一尊佛嗰嗰个果报就不可思议啦，何况话供养咁多佛呢？啊，所以我哋啊，对一啲贫穷下贱啊、残疾嘅人啊，千祈啊唔好啊有轻慢之心啊！要知道布施俾佢哋啊，我哋如果能够按照经常讲嘅，具大慈悲、下心含笑咁样去布施啊，啊，我哋得嘅福比供养佛嘅功德仲要大啊！啊，你供养佛系好虔敬啊，啊，但系咧可能对呢啲贫穷人士就睇唔起，有呢啲分别心、执着心，你得嘅福报当然唔会好大啊！不如我对待呢一啲啊贫穷人士啊，用清净、平等、恭敬之心去布施啊！所以啊，咁样嚟啊，放下自己嘅我慢心啊，有功高我慢去布施，唔冇功德啊！唔单止冇功德，你用呢种心去念佛，想求生极乐世界啊，亦都啊得唔到啊！啊，咁依家嘅啊时间到啦啊，我哋咧呢一段仲未讲完啊，我哋休息五分钟之后啊，继续嚟学习啊，多谢大家。